姐姐，我有点怕。太气人可惜呀、啊，新鲜好吃的糖饼哎，水果还是吃起来更好。哎，好累啊，你不要走。老李这下可有的受了，小池子。老李一撂蹶子。好香啊，我会吃光的。我很喜欢吃硫磺蛋，但师父和师姐总说这种做法不好，让我少吃。嗯，爷爷也总是这么说。叶姐姐，那咱们就在魔界多吃点吧。
抱歉。不能饶了那个人。人家放心了。守卫独帐是我们的职责。抱歉，不用跟我说抱歉啊。幸好没损坏，奶奶看到这糖葫芦，心里一定高兴。这小子，你们在外面走动，身上得多备些药品。想要买什么就告诉我。出售各种武器和护具，我重新打造后，威力必能大大提升。上神好，警卫神灯塔是个不错的差事。你真的做错了。许久没好好喝一杯茶。四象乃我天师门武学之根本，门下弟子应循象性相符而习。师兄所言甚是。四象乃我天师门武学之根本。许久没好好喝一杯茶。今日有些累了，不想解挂了。今日有些累了。不想解挂。难道掌门真的做错了？退退让！退！退退让！退退让！更努力。
除了天师门，我也无处可去了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天哪天哪，这里有好多好看的仙女姐姐，我一定是到了仙界吧。你们来了，师妹，诸事小心啊！再想想，再想想，世事无常。小师妹，你怎么了？
侠派内，请勿高声喧哗。仙侠派内，请勿高声喧哗。柴烧，
哎，武灵印象诀。我别小瞧了我。相公，我带这个好像气氛有些紧张了。嗯，还是管用。天师门买走了大半，现在要活都吃。嘿，立即小龙吧！这边竟有如此神奇之处，日后若是有啥，那是太多了。本店自开张以来，讲求诚信经营。这步可怎么走啊？没收回来。鱼炮，鸡蛋糕，新鲜的活鱼，和小二小看一看吧。如龙府招工的又多了，真是太好了。什么人？我知道了。嗯，那也要上工？都督府给了大价钱。最近码头乱得很，到了夜里船也不停。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看。抬起留步。仙盟的弟子真威风，早知道就学仙术了。龙府招工的又多了。太好了，码头餐馆大盘子菜了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吧。那河鱼河虾都被都督府挑走了，我不信。哎呦，
梁秋那孩子身世可怜，我家要是争个包，管不了你了。过日子，富有富。夫妻最好。咱家这布匹价格实惠着呢，又不都酸了。我还没想。难道就我一个上当受骗了？哟，客官，有何贵干？再赔点小菜，简直美滋滋！家中财产已与你清点干净，我看谁还再敢偷懒犯浑！结束。周大哥好强啊！万箭诛邪。壶清茶，三斤牛肉。你们在玩什么？春园化清剑。魏硕大人，您可知灵物离灰枝现存何处？离灰枝，此物正是在岩波之中，由鱼看管。您可否赐予我们一些？为破敖虚所制神庭阵法，我们需要离灰枝相助。既如此，鱼需相助。离灰枝就在神像之上，汝可自取。多谢魏叔大人。
票小晴。不及师姐与白骨。多亏有你在旁边，也因为师姐在身边，为姐姐和秀大哥感情很好。还手啊，鹤舞九天银，干得漂亮。认识小晴，结束。还不错，
天魔国种地，白酒不得外。也不知什么时候还有新拳头。天魔国重地，来者止步。无令者不得入内。天魔宫重地，来者止步。